唱歌对你们来讲真的这么重要吗？如果生命没有音乐，我们活着也没有意义。我有五大规条，你们也要遵守。第一，对神鬼要拜；哇啦！第二，对人要相亲相爱；第三，祸从口出不应该。没有宝贝，还有酱油。宝贝呀！第四，好台不能乱歌台。可是我衣服掉在这边，没有看到啊。你的衣服掉在这边，就要唱啦。哎，这里明明是我比丁霸了的位的嘞，是我的嘞，这个位。 第五要洁身自爱，不能把男人爱。你能做到吗？你能做到吗？喂，台主啊，爸爸呀，我们现在赶过来了。各位亲爱的观众，我们热烈掌声来欢迎爸爸呀姐妹花。你看爸爸呀，恶心啊！哎，Q。不用怕，不用怕。 牛天使最好的，谢谢干爹。来来来，哥哥，妈妈要来表妹，祝你吉利。我行走江湖歌台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碰过这么天龙八部、地我独行的场面。欢迎讲得这样烂，还要选人家唱歌台。我只是想见到今天，我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木瓜姐妹。 Hello, Che, Techno Cat.